我刚刚提到了，刚刚第一个就是上面有其实有答案了哈，只是说这个答案我们可能要分成好几个地方看。第一个 ，find 的话呢，哈是 find 什么？find这个，好，顾名思义嘛。啊，后面这个是 find 这个。那 mid 的话是说把这边的中间的资料切这几个字，好，放到哪里？放到这里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 ，if L 是说如果它这里面没有什么。 没有那个刮胡的话，那会发生错误。那个 E R O 啊，这个是 L 啦 ，L 的话就错误的意思。那 if 的话是如果有错误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找不到刮胡的话，那你该怎么处理？哦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？哦，没电了，你帮我跟那边换一下。再来的话呢？哎，怎么做？所以一哦，第一个哦 ，find 二 mid。 3 if L 这三个函数的话，你又把它学起来。如果你学起来，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你想说呢？哈，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三个？没有了。哦，反正公式里面有250几个，你只要呢全部串在一起，结果是对的就 OK 了。也就是说，这边呢其实没有限定一定要标准答案呐。当然，我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答案哦。也就如果你假设有更好的方式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哦，反正只要是这公式。 是合乎逻辑的，也不会有这错误的话，那都OK哦。那怎么做哦？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哦，我们先把啊，待会请各位先把那个这个范围的公式 delete 掉。OK 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把游标先放在哪里呢？先放在 B 3里面，放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先找有刮胡的来测试。那怎么测试哦？首先第一个，你可以分几个阶段来完成啊。哦 第一个阶段的话，哈，就是先用 find 什么 find 前刮胡的位置。那怎么样 find 前刮胡位置？我刚刚讲游标先放在 B 3上面有个插入函数，哈，你把它点击。点击之后的话，请你找到文字类函数。OK， 文字类函数里面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里面的话，哈，就会有一个叫 find。那 find 什么呢？ 可以放在那个位置。那它这边的话，总共会三个参数。OK， 好、哦、，find 函数啊，所以插入函数啊，那这边文字类哦，找到 find， 点两下之后的话，哦，他问你说，哎 ，find text 指的是什么呢？应该是找什么？哦，find text 顾名思义嘛，哦，找什么符号？ 或者找什么字，找前刮胡，所以你就打一个前刮胡，移开。那你会发现哦，只要是 test 哦，前后都有双引号，所以它会自己帮你加。OK， test 哦 ，OK。 那 with in 的话呢？哎，顾名思义嘛 ，with in 是在哪里的 ？OK， 在这个储存格 A3，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啊 ，A3 里面哦，找找看有没有前刮胡这个字啊，这个符号。 有的话呢，他会告诉你说在哪一个字，所以他找一、二、三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找到了，告诉你说在第几个，第三个。也就是说呢 ，find test 回来他会告诉你说，哎，在第三个位置哦，按确定。OK， 那当然顾名思义哈，如果要找后刮胡的位置，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公式啊再做一遍呐，有没有？啊，就找后刮胡，只是有时候太浪费时间，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，取消一下。 好，复制完取消，移到后面这个把它贴上，然后这边把它改什么？改后刮胡。有没有记得啊？这个文字里面哈、啊，改后刮胡打个勾，有没有？哎，第三个字跟第九个字，意思就是说了哈，如果我要取的话，我就从哪个字呢？从第三个字的后一个字，D有没有？要几个字？要1、2、3、4、5个字。那5个字不就是9减掉3？ 6嘛，再减1不就好了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什么？怎么样把这个中间的字取出来呢？哈，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之后呢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什么？用那个 mid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所以我把那个公式哦，假设了哈，第二阶段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公式哦剪下来。为什么要剪下来？因为我后面还要再加一个 mid 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可能慢慢习惯一下。好，那剪的方式不包含等号，选。 完之后剪下来 ，G
剪完之后的话呢，哈，再插入什么？插入文字类里面的 mid，mid 在哪？往下嘛，因为它按照 A B C D 哈，记得哦，是从文字类里面的 mid，OK 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按确定，它一样会问你三个问题，有没有？所以啊，函数的使用啊，反正你看得懂这前面这三个什么意思，那你基本就会用了，OK 哈，所以它第一个问题说啊 ，test 什么呢？哎。 顾名思义嘛 ，test 文字，意思是说 ，mid 是什么用途呢？切割文字，所以呢 ，test 指的是这个里面所有的字哦。OK 哈，所以我告诉你哦 ，test 文字在这里哦。那第二个问题是 star number，star number 的顾名思义嘛，从哪个字开始？当然我要从第几个字？一二三，从第四个字，有没有？不过问题来了。 你如果填4的话，以后后面这个位置也是第四，可是这个就不是第四个，那你就等一下向下填满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是第四个字？我们可以把刚刚的那个公式 find 那个公式贴到这里来，有没有？刚刚不是剪下吗？这个时候你把它贴上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贴上之后是3，后面会显示出来，意思就是说哦，它帮你找到刮胡的位置了，第三个字。 可是我不是要刮胡哦，我要从刮胡的后一个字取资料，那我怎么办？加1不就好了？加了1之后，这边就变4了，哎，4就 OK 了。那再来的话呢 ，number choice 几个字啊？有没有？当然你这边看是5个字啊，有没有？第三阶冠军。可是问题哦，这边是5个字，这边4个字，这边3个字，长度不一定。 假如说以后都5个字，那你就输入5就好了。OK， 好 ，number choice 是几个字的意思？哦，从哪个字要取几个字的意思？取几个字啊？5个啊？不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用刚刚剪下的公式再贴回去。那问题来了哈、哦，我要怎么样刚好5个字？我刚刚讲过嘛，你可以从后刮胡的位置剪掉前刮胡的位置，再剪1不就好了？所以哦。 我可以先贴哈、哦，啊记得哦，把这一个刮胡怎么样，改成后刮胡，意思就是说先帮我找一下哦，后刮胡的位置，哎9，再剪掉，所以你就剪，再贴一次，再剪啊贴再贴，因为刚刚这个是前刮胡，有没有？9减掉，9减掉3，那6，啊还是多一个刮胡，因为我不要后面刮胡了哈，所以怎么样，减1不就好了？ 这样不就第三阶冠军了？好，这样的话基本上哦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了。OK， 越来越接近了哦。不过哦可能要特别小心哦。第一个哈、哦、先 find， 第二个的话把这个哦剪下来，有没有贴哦？所以贴到这里来哦。OK， 这个是贴第一次，这个是贴第二次，但是要改这个，我把前刮改，这个贴第3次，所以基本上哦。 刚刚第一次的贴总共贴3次，其中有一个要改，哦，啊这样就完成第二阶段了，按确定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不过公式越来越长哦，有没有？好，按确定，好，那再来我只要把它向下填满，哎，那当然还可以向上填满，你会发现哦，基本上已经都接近了，可是有个地方不 OK， 哪个地方呢？哦。 它出现井字号开的，而井字号开的跟各位讲啊，这个就错误的讯息，井在 Excel 里面呢，就表示错误的讯息，后面的话呢是错误的状态 value， 意思就是说哈，哎，你给我错误的 value 在这边是错误的资料啊，哎，资料，为什么错误资料？因为你不是叫我去 find 什么前刮胡啊。 可是你叫我去 find， 可是你里面并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错在这里。那问题怎么办呢？当然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我要如果不要这个些东西怎么办？以前做法是 delete 掉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但问题哦，你那3个可以慢慢 delete， 可是如果资料多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快，就是这么庞大的去 delete， 那怎么办？最后记得哈、哦，再用第3个函数，叫做 if l。 if l 怎么用哦？好，特别注意哦，一有没有一样放这里？把这个公式先剪下，一样哦，跟刚刚一样，不包含等号，剪下。记得哦，在 b2哈、哦，插入第3个函数，那个函数呢是在
逻辑里面，所以请你找到逻辑。好，文刚刚是文字嘛，哈，下面这个就会找到 if where， 哦，所以记得哦，是在逻辑里面的 if where。OK， 哦，那找到之后的话了，哈，当然按确定，你会发现哦，他一样问你几个问题，两个问题。哎，你给我资料 value，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，把刚刚的这个公式贴上就可以了。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刚刚剪下的东西贴在 value。贴完之后的话呢，底下第二个问题会问你说，哎 ，value 有没有资料？如果发现错误的话，那你要做什么呢？如果它出现的是仅知道开头的话，就不要让它出现，意思是删除哦。删除资料的话呢，在那个什么在这个 Excel 里面呢，删除资料的话就是两个双号，这个是没有资料的意思，应该是没有文字啊，里面就帮我改成空的啦，不要放任何东西哦。OK， 好，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就完成了。OK， 好，应该可以知道这个动作吧，哈，然后按确定，好，然后向下填满就完成了。放开 ，OK， 有没有发现这个跟这个就不出现了？这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了。OK， 好，当然有复杂哦。动作总共会用到三个函数了，所以我重点回顾一下：一，先用 find 剪下来；二，用 mid 再剪下来；三，放在 if where 啊，记得哦 ，if where 里面哈，记得呢贴上这个 mid 之后的话，下面这个地方同学比较容易忘记 value if where， 记得哦，是输入什么两个双引号。哦，特别重要是两个双引号哦。之前有同学在这边打什么？打四个单引号，对不对？看起来都很像，但是完全不可以哦。哦，啊、其实我一直强调了，反正工具就这样了，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。哦，你也不要用猜的。OK。那另外的话哈、哦，假如你怕这个公式哈、哦、你背不起来哦，也没有关系啦。你其实可以呢参考一下云端白板。我在云端白板里面呢，有提供一些参考答案，在哪里呢？文字与资料函数这边有个151，这边哦，哦，蓝色的，打开之后的话哈、哦，这边就有刚刚的相关的参考答案哈、哦，有没有 find？ 在完整公式在这里 ，OK， 好、哦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、哦。如果你担心说刚刚的公式哦。一次记不太起来的话，请各位可以直接到哪里呢？到那个云端白板啊、哦，云端白板上面呢，就会有那个参考答案了。云端白板上面的区区点区区哈，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啊、哦，试试看哦。